就是这个水龙头它是关紧的，但是它还是有流水。这个 case 呢是在 Misaga， 然后呢这个面盆有滴水的现象，然后刚才调了调，感觉比原来轻微了一些，但是呢肯定还是有问题。然后呢我估计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零件老化，胶皮老化的原因，然后打开看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刚才把水阀拧了一下，然后呢因为水阀已经是生锈了，都已经拧不动了，然后拿这个工具扳手拧了一下，然后流出水是黑的，刚开始流的水是黑的，然后先关上之后，这个还是仍然漏水也蛮严重的这个。然后我看一看，打开这个看一看，如果这个找到问题的话，把这个看看能不能一块给换了，就是这样。OK。现在把这个水阀都关了，然后这个可能水阀这底下水阀也是不太好使了，这还有轻微的少量的流出来，然后把这些零件都拿出来了，然后这个呢都散了，拿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散了，所以一会儿去店里看看有没有这种零件配，没有的话就给它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。这个刚才去买这个零件没有卖的， Home Depot 没有卖的，然后买了一套这个，换一套新的就是。把这个水龙头已经卸下来了，把这清理一下，然后我就把新的水龙头给它装上就可以了。对，这儿挺脏的，都给清理一下，这个是旧的。这个水龙头呢就给它装上了，现在就不漏水了，没关系了。一开始是这个冷水漏，其实是冷水漏，热水没事儿，现在就都 OK 了。关上。对，然后呢，就是下面垫一张那个垫张纸，如果氮分有漏的话，经过试水，氮分有漏的话，下面会能看到的，所以呢，一般我是这么处理的。然后 OK 的话，试完水之后 OK 的话，然后就一切都正常，就这样 OK。